我觉得你好可爱，从你进来的第一天就有点喜欢你。学，我觉得你好正，我好喜欢你。红豆你先拜。学妹，你不要吵了，我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都没有满18哎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要一答应你们，警察车马上就会到你们南山的校门口把我抓走。在学生时代的时候，有两个角色让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嫉妒恨，班花球队经理，这两个角色身边总是会围绕着非常非常多的男性。我们的玉女当过球精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卑微的爱上了系上篮球队的学长，所以就是加入了系篮的篮球队，说我要当你们的球队经理。你本身条件也不差，所以马上就录取。好，那我就要认真当，然后让那个学长注意到我，所以呢，我就当了大概一小时吧，就退出了。活到老学到老，今天金童要来当一日球精，南山高中篮球队，完成我当球队经理的愿望。我是今天的一日球精金瓶梅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今天的一日球精金瓶梅。我的衣服标都没剪。我想要让各位看到我的价值，打他！因为我弟没有当过球精，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有没有任何学长可以给瓶梅一点指导？很好，瓶几号？九号。那各位练球了，学长，所以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情啊？就抬公物。公物？去拿医疗箱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。首先看是这个东西。学长为什么会黏黏的、啊？是要擦什么用的？就是脚被撞到、啊。你说像这样子吗？哈热热的。哦，热热的哦。会热热，会硬的。会硬的。你们球员是需要卫生棉条是不是？流鼻血用。那待会借我一两根好不好？因为我需要。今天来了。我的太，我跟你讲，我本人已经30岁了，所以我可能会需要8支，我需要8支。8支有点粗。但你们30岁，你们知道。哦，你们平常很开心哦，好开心哦，你们要玩就是那个要玩要玩，我误会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层。谢谢哦，你们好贴心，我真的会。有没有交过女朋友？没有，我问啊，我问有没有交女朋友的证照？对啊，没打。怎么会遇到？真的没有耳闻题。不是因为就是你们要看一下那个情况。南山的朋友们，有没有看过韩系美女？Whatever。好了。好。需要帮忙？需要帮忙？需要帮忙？要帮忙。好重啊！真的，我对不起。不知道这么懦弱。把你撑着，把你撑着。好重啊！我当不用，谁要悔改啊？好小，他刚一直站在场边对我微笑，跟你说，你不可以爱上我，我只在那边待一天而已。你不是要拿东西？我东西还没拿完呢，你回去干嘛？我拿一个小时啊，没事啦，你们喂，哎，你们不要那么期待好不好？漂亮吗？超漂亮，漂亮，帅，18 ，OK， 跟你回家。这看，这个更重哦。嗨，小事啊。我这样多打你。OK。你打看看。早上就这样。对。当球精也太轻松了吧。练球前要帮我拖地。帮你们拖地。你们知道 Ariana Grande 吗？这是风吹起来。风吹起来。这不是刚好吗？哎，也太大了吧。你没有认真哎。学长，我一直歪掉。学长，我歪掉。学长。平常要不要代操？
学长们来做操喽。Ski？ 刚刚是说他是日本人吗？是你吗？是吗？名字？名字？名字？那你是真的是日本人？真的，真的，他是而已。Ski 的啊 ，Ski 的。十五，不要乱讲话。好，来，来做操。学妹哦，来，我们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二、三、四。严肃，你们要做啥？但是我们就是要就啪就啪的，做不做得到？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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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练球喽，大家练球喽！好，我要去拿球。好嘞，他们的球在那。OK。哇！学长，好帅啊！学长可以帮我拿球球吗？太夸张了吧！其他球员都拿不到我的 line， 但我可以给你们。我觉得今天虽然第一天，但是我做的非常好。怎么样，上去怎么样？差强人意了。差强人意，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我觉得你好可爱，从你进来的第一天就有点喜欢你。学妹，我觉得你好正，我好喜欢你。啊，红豆你，先拜。学妹，你不要吵啊，我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你们都没有满十八哎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只要一答应你们。警察车马上就会到你们南山的校门口把我抓走。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喜欢你，有什么可以的？你们哪有一点配得上他的？我觉得我比较适合你，他的心只属于我。好吧，学妹愿意等你们，好吗？好。我帮你们装水。喝掉。我帮你们装水。干嘛干嘛？谢谢谢谢。啊，怎么那么有礼貌？哎，有点太多哎。学妹先去装水哦。OK。再见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他们已经彻底的爱上我。你们想太多。我是张韶涵呢。他们更连张韶涵都不知道是谁。对，他们不知道张韶涵是谁。当球星真的是很幸福哎。八号，哎，是不是你的？是。六号，是不是你的？十三号，是不是你的？六号，是不是六号？六号刚讲过了。六号跟你讲过。张杰成，我爱你。董希浩，严世杰。太丑了，太丑，不行，球队会瓦解了。不管有多少位球员向我表白，很快的，随着球队练习时间的结束，我的球队经理生涯也要结束了。今天终于要结束了，真的是跟大家有点依依不舍，因为他们十二个 boys。都好可爱，他们就是台版 BTS 啊！我想结束之余，想跟他们做一个合照的动作。学长，回家以前我可以跟你们合照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